Hi guys, Dio here. 所以这一期视频呢是一期 vlog。很不幸，我在万圣节前几天感冒了，所以哪儿也不能去，只能乖乖在家里面。既然都是没事干，那我不如拍一期视频。我去看了医生，然后医生说，医生抽了血，然后就说没什么大问题，就开了一点口服液什么的。双十一大家都买了什么？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里告诉我。我囤了一点护肤品，猫砂、猫粮、狗粮、果罐头。我配了一台 PC， 因为我不是直播嘛，然后用手机直播总觉得没那么专业，所以我专门为了直播配了一台 PC。当然了，自己也想打游戏什么的。Well yeah， 今天为了支持晚宴会的老师，我还买了这个奶枣。还挺好吃的，我的一些感冒药。你爹是好近，我觉得他跳出来我会吓尿。他水里放屁 ，Oh my god， 丑吐了！哇、哦，你看到没？它里面都是蛆啊！我呀，我觉得有点太近了，这个好恶心。The next day， 看我给豆豆定制的气囊支架，很可爱，快20颗星了。豆豆钻进去不知道怎么出来。哦哦，啊 ！Hi guys， 今天是周日，我刚下班，今天上了一整天的网课，点了个外卖寿司，然后晚上需要装一下电脑，所有的东西都到了，就除了电脑的风扇，然后就等得很焦虑。都来争宠了，爱图仕摄影灯已经被沦落为当家里面的这个补光灯来用了，馋死你了是不是啊？我们要装主机了，好大一个，还没拆。显卡，然后这个 CPU 风扇 ，CPU 的这个风扇和主板，还有电源 ，SSD， 还有内存。12代酷睿 CPU， 它的形状从正方形。一直在凑热闹，你要不住在里面？你住机箱里算了，狗警房。接完所有的这些有的没线，然后现在还剩下一个显卡，看一下后面。Loves it。显卡装好了，见证奇迹的时刻。3、2、1。你摁错了，我配了一个6个风扇的，你看还是风扇好好看的。哦，装一下系统啊，对，我还得学一下怎么搞这个。正在安装，我们装了差不多3个小时吧，3个半小时。本来以为半个小时就可以结束的，现在差不多是快1点钟了。我怎么打啊？不是鼠标左键吗？左键没用啊！等一下。The next day. Good morning. 今天喝哪个呢？我好兴奋啊！但我买 Windows 的目的就是可以用电脑直播，用我的相机。我后面在晾衣服。多少？多少？故意每次拿到这个零食都叼到猫咪面前跟他打架，你看，吃的都在这里呢。猫气晕了，你干嘛？你吃你的呗。哒哒，呀，看一下，哎。然后装一下它的软件，
足球。Oh my god！ 我的童年回来了。我以前在房间里面偷偷玩这个游戏，然后被我妈发现了，拿那个牙签扎手。南亚的非主流少女啊，坏脾气。为什么他们那么快？他们有起步啊。Oh my god！ 家旁边开了一个 Seven Fresh， 然后我来看一下。之前来过这个超市，然后我觉得好贵啊。要袋子吗？要。77，我这个优惠是直接可以那个。待会儿结账，玩到自动就行。好，知道了。好，别打架。嗨。先吃一下。不行，不能给你吃。嗯。好吃啊，浅浅开一个箱，今天到了一个 Xbox 的手柄，因为我想在电脑上玩 Cyberpunk， 然后它不支持我的 PlayStation 的手柄，买一个这个，所以我专门为了直播配了一台 PC。 哇，浅看一下，为什么这上面还有灰尘啊，挺漂亮的，手感也不错，不过后来呢，他们好像又把谁拖死了。然后还有一点就是，我可能要给我的这个手柄买一个接收器，因为它有，你看这个延迟，然后这个延迟，哇，你看我，然后它就断了。光追还不错的，你看。Oh my god！ 你在干什么？立冬吗？时间来到十分钟。刚到家，这个痕迹是什么？啊，有人吐了，有人吃了。真的很无语，这个桌子这边跟这边对不上，这两边的这个孔跟里面的这个框架，只能暂时这样用了。嗯，还用一个 Prada 的这个绑带把它绑起来，有比没有好。暂时装好咯。哎呀，但是你看这个下面，就是因为它有一边的螺丝对不上，所以我得把所有东西放到上面来，以后呢，然后等它两天以后给我发新的这个日子架，这个框架，然后再把所有东西拿下来。可爱，录了一个耳放，主要是因为我想要我的声卡，不管是 Moto 的这个还是 Duet 的这个，都只有一个耳机孔，所以这个的话可以插四个。如果我在家里面需要录音，然后同时可能有别人的话，可以一起听见。可能录那种播客啊，我作为录音师，然后对方是录人声的话，我可以听见他们。Ta-da! OK。它长这样，你可以去调整每一个耳机的这个大小。这里是。一个输入，然后四个耳机孔，然后它有单独的电源，放哪里呢？放这里。我刚刚健身回来啊，我买了一套小损的这个设备数，差不多小3000不到的样子。最近真的购入了很多新的设备，分了3期。其实一个我的学生推荐给我的，因为他买了一套，然后他觉得很不错。今天练腿，今天蹲了145。哎呀，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吧，还有点不好搞呢，感觉。所以现在。差不多是这样的，我这里本来是有应该有三个这种拓展的，就中间应该还有一个在这儿，这个拓展座，然后它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这个是歪的，所以我没有办法把它装上去，导致了就是这里有一二三个孔，三个这种插件嘛，有这个麦克风的架子，相机的这个，还有这个托盘，三个插件没有办法装上去，就是这个扳手的这个东西是弯的，所以我没有办法把它装到这个上面去。现在是10:19，我应该是8点的时候开始装的，我装了2个小时，然后一直在搞这个拓展座，就是那一个装不上，然后我就一直在装，然后后来发现原来不是我的问题，原来是它的这个东西是弯的，导致了我现在有这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用的。我就先装了一个灯，别的我都可以用别的方法去解决，就这个灯的话是一定要打在这个角度会比较好一点。我挺无语的，我不知道说什么，从买桌子到买这个拓展坞都不是便宜的东西，然后都是有各种各样很离谱的问题。我现在要去吃饭了，这个就现在可以随便的动它。
咱就是说我工作到一半突然停电了，我只有这个灯，是时候拿出我的灯管了，好像没有电了。我昨天买了一个这个奈斯的二分之一黑柔，我镜头上一般用的是四分之一的，我觉得还可以更多一点，就直播啊或者拍东西的时候，大家可以告诉我你更喜欢哪一个。我现在把这个拿下来，这是没有 hero 的效果，这是四分之一 hero 的效果，你觉得怎么样呢？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开箱，这样打开它，这是没有，这是有，有一下子是不是觉得朦胧？哇哦，一下子梦幻了，有没有？就如果现在我后面有一个光源，它就发散得很漂亮，我觉得还不错啊。The next day.刚刚洗完牙，然后刚刚碰到他，你在补牙，看练骨的全要掉了，整天那边吃屎，然后就掉了。我们现在要去吃韩国烤肉，好冷啊，北京。我们去买喜茶，手都冻僵了。他把我的拍的好宽呐、啊，我们的这个 pop socket 一样多。先吃鲜，好的，这个对的日子价到了，我得所有东西都拆，然后再重新装一遍，烦吐了，终于对上了，真的会谢。